中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位特别的好朋友来到我们酒吧周末哈音乐，一起跟我们在今天晚上来个夜夜谈。我们欢迎陈立青，陈立青，陈立新啊，我有点乱了，没关系。酒吧吧的听众朋友还有你们好，你好。那立新就是一个婚礼歌手嘛，就是看到你的这个绰号的时候呢，今天呢就特别带了这一张专辑，这样子。那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带来的这一张专辑是怎样的？OK， 这是我第一张全中文的专辑，里面收录了十首歌曲，然后一首歌是老歌新唱，九首都是我自己写曲的，然后九首里面七首自己写词，对，两首是朋友乐声帮我填词，然后还有 DDD 就有十首 MV 都在马来西亚拍摄。哇，可是你是新加坡的朋友，然后你就特地选了马来西亚的场景来拍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有去过哪里拍？很多地方其实就有在巴都，有上到云顶。哇，总之就是北上南下都有去到。对 ，Kota Tinggi、Malacca 都有。不过，槟城有去吗？槟城没有。槟城没有。没有。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下一张专辑可以到槟城去拍一下。啊，是吗？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槟城有很多很美的地方，其实。OK。当然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位新朋友，就是陈立新，他是来自新加坡的，而且呢，他唱这个 Wedding Function 的这个经验是非常的多了。告诉大家多少场？OK， 我从2006年开始做婚礼歌手，所以唱到今天应该有500多场。然后这一次这张专辑是自己自资发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赞助商帮助的，还有公司。对。然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一个想就是发唱片的这一个梦想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爱唱歌的人发片都是他们的梦想，因为你发片就可以把你自己的音乐跟更多的人分享。对，尤其我们知道是出唱片的时候呢，那一段经历呢，要从就是开始到结尾，那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。对，我们一共筹备了2年，然后每一个过程我都有参与。其实最就是录制专辑的过程当中啊，最困难的部分你觉得是什么？每一个阶段都有他自己的那个 challenge。挑战有没有做到好像想痛哭，然后有很难过的时候，有吗？没有，就是没有这么 dramatic 这样子啦，只是会就是说，做了，可能你花了很多时间跟 effort 在做，可是到后来，效果你不是很理想，就要再重做，重新再来，所以就要有那种 never give up。的那种 attitude， 你才会做得下去。我觉得你的这个使命感是非常大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结婚呢，是一对新人他一生只有一场的这个 wedding dinner， 然后你要负责就是在当晚，然后表现到最好，然后让他们有一个非常甜蜜的这个就是晚上这样度过。我觉得你的那感觉，那个责任是非常大的耶。你说的非常对，因为是人家一生一次所以就是要尽全力把它做好，把它唱好。对，然后我也听了你这张专辑《我的世界》里面的歌曲，那当中呢我还蛮喜欢就是主打歌我的世界，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是爱永远不会少。谢谢。然后我也想知道就是这首歌你在写的时候有什么故事吗？ OK， 其实我的世界跟爱永远不会少刚好就是 wedding song， 就是 original wedding song。 因为他们是别人的故事吗？对，是真人真事写出来的，就是我们在我们的 company wedding company， 就是除了在他们的婚宴上唱歌表演，也有另外一项就是帮 wedding couple 写歌，量身定做他们的情歌。然后你就写了这两首歌。对，写了80多首，其实从2006年到现在，然后我就把我很喜欢的几首，应该有5首歌放在这张专辑里面。OK， 所以接下来你会为我们唱这首歌，对不对？爱永远不会少。对。然后我们今天还要欢迎一位老师，就是邵文老师，键盘神，键盘手， yeah. 他的这个 keyboard 真是非常的厉害。对 ，piano god， 噔，给他一点压力。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两个。组合好不好？这位组合，为大家介绍，爱永远不会少。爱情会不会突然出现？会不会随心所愿？我对自己说很多遍。
对，哇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而且在配合立新的这个声音啊，哇，呈现出我想，如果真的是结婚当天唱这首歌的话，应该会啊羡慕死很多人，对不对？浪漫呢，谢谢。那当然，你还有一个才华，就是刚才你所说的，你会把他们的故事串成一个，就是一首歌送给他们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我忽然有一个 idea 啦，就是我可能要考一下你现场即兴创作，你 OK 吗？第一些都很恐怖，我喜欢考人。你要知道，上我们节目不是这样简单的。对对对，从前也有被考过。是的。对对对。OK。